اهلا بكم اعزائي المشاهدين، مرحبا بكم في الموسم الثالث من البرنامج الوثائقي توقيت فوديان. انا المذيعه ساره، ساخذكم معي الى فوديان لفهم فوديان. في فوتشو له تاريخ طويل جدا، وقد ورثته السيد لين الى الجيل الرابع. لديه ميل خاص لشاي الياسمين منذ ان كان طفلا. على الرغم من ان صنع الشاي صعب للغايه، الا انه ليس لديه اي شكوى او ندم على ذلك. من أجل متابعة حلاوة السكر الصخري بنكهة الربيع، دعونا نتذوق الشاي الأسود اليوم. ほうじょうもりは茶歷史非常悠久。我家族四代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传承。我从小对茉莉花茶情有独钟。做茶虽然很辛苦，但是为了追求一泡有春天气息的。 冰糖甜，我无怨无悔。我是湖州茉莉花茶传统工艺制作非遗传承人林真清。这个包装叫天之妙韵，其实这里面茶是茉莉红。什么叫茉莉红？就红茶加上茉莉花印制而成，我们简称叫茉莉红。包装产品。 现在老百姓很喜欢喝这个红茶，他们是觉得会暖胃。其实花茶都是暖胃，但是你看这款茶特色在哪里？你看它水是金黄色的，而且这个一点那个污点都没有，很透彻，是吧？像金黄色，它是仙鹤茉莉花香，后面有那个红茶的味，中岭它平均海拔是800多，我们这基地在中岭，在那个白云山和光师那个地方，它是生态非常好的地方，啊，还有白云山它的海拔很高，旁边啊都是生态非常好，所以说中岭它叫什么？叫中岭云雾茶，因为它那个海拔高。 而且土壤又好，它这个再加上有机的吧，所以说你看它泡它才有这个汤水，要不然你没这个汤水，它的你看非常透彻，茶叶有冰糖的那个味道。它不一样在哪里？海拔越高，它云雾越多，啊，所以说叫高山云雾茶就这样子，所以说它这个。 花茶原料必须海拔要选高的地方，越高的它这个茶又不苦，就那个茶景又少，这个意思。 我们公司是这样子的，从12年，不是就开始那个扶贫嘛，我们叫上海协作，常常就12年他那个。 常常区政府就带我们到上面，一直说要帮扶他们，把他们企业带动起来，把农民的收入带起来。所以说，从那12年我们就开始到上面就种植茶园，就开始基地就开始发展，从种植到采摘到出加工生加工都是一条龙的。到现在也10来年了，所以说它上面的政府也很扶持，它这个对我们也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他带动农民也很好嘛，他上面今天茶一称进来，是吧？多少钱一斤？钱就要给他了，对，现金收购。他农民也挺高兴的，啊，今天茶一卖的钱就拿回去了，也挺好。这个是我们创新啊，创新品牌，印这个茶这个工艺很深，一般别人都做不了这个味道。
因为它在印花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它就有红茶的味道，也有花的味道，它所以说它的工艺也不一样做。你如果专门做红茶，它是花销哈，我们叫轻花销，时间也比他们做的短，只能稍微花销一下，半花销这样出来，所以说才能做墨牛。墨牛这个在市场上会，老百姓很喜欢啊，百姓因为它这个。你看这个喝在嘴里面回甘也非常好，你没有有机的它就没怎么回甘，你可以尝尝看，它这个回甘非常好，这个茶也非常耐泡，这个就这样的茶就这么五颗茶，它这个水最少能烧你两壶水。这个墨牛红泡茶又不一样，它在温度只能80度，而且吃出水只能3秒钟要出来，然后后面可以往后拖，是吧？比方7、8泡、8、9泡，那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印制都多次多印制，就是花量也下得多，下得多，所以说可以出水快，不比那个，比方说1、2百块钱，它必须要多泡会出才会出来香味。我们的香味都够香了，所以说稍微水进去，接着香味就带出来了，这意思。花茶比方呢，它是绿茶的味道和那个茉莉花的味道，是吧？它这红茶有带红茶味道又不一样，是吧？它而且加上我们那个海拔又高，原料在那个光师和白云山那个州里，它那个海拔又很高，它所以说有冰凉感的味道吧。提花很关键啊，为什么要花茶要提花提呀的？它就鲜，什么叫鲜灵度？鲜灵度就在提花里面。提花提的闻的非常香，那闻的很香的茶一般泡的就很香，你如果没硬透的茶，它闻的就没那么香，所以说提花我们用单瓣的，单瓣大概100斤茶要10斤花，我们这一年都做了好几千斤啊，是这样子的。茉莉花有好几个品种。它有的大白，有的大毫，是吧？有的六号，有的小种，是吧？有的野生茶，我们这就小种、小叶种的茶，是小叶种的。然后它这个条形是比较叶的。你看，一直泡都是这个水，而且这个到30泡的时候更甜。这个好在哪里？越泡越甜，越泡越甜。一般很少，这个甜度不是用白糖进去的，这不能有白糖的，它是自然甜。你看它好茶就水就不浑浊，你看这么你看会发亮，鉴别很好鉴别，一要看那个外观这个色泽，第二个要看汤水，刚才说的汤水，第三个喝在嘴里面甘甜度和回甘到了什么程度，那么有没有回甘，是吧？比方说为什么会生津，牙齿会生津，就这个回甘就在这里面，它在好茶喝在里面，它牙齿会生津上来。满口都是香在两边，给别人说话不用喷香水的，这个说出来就香味出来，就茉莉花出来了，因为它道理。传统也重要啊，创新也重要。你没创新，为什么国家要提倡与时俱进呢？所以说我们企业没有创新也不行啊，要跟着社会走，我们要不断的开发创新产品啊。你不能也随便乱创新啊，要老百姓能接受啊。你确实要有特色啊，有特点啊，没特点算什么创新呢？是吧？要有特点出来，哎，这个确实与众不同，香味啊，口感啊。甘甜度啊，这汤色啊，外观啊，是吧？要与众不同，要不一样，才能算创新。不是随便说创新就创新，是这个意思吧？
شاي الياسمين الأسود مثل شاي الدقيق الأصفر الذهبي برائحة الياسمين وطعم الشاي الأسود، ينمو على جبل بايون مع ارتفاع أعلى في تشونين، لذلك هذا الشاي له طعم السكر الصخري. شكرا على حسن المشاهدة، تفضلوا الآن بمشاهدة برنامج آمين في فوتيان.早上那种他们喊的时候，那仪式特别震撼。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活动呢，是从宋元时期的时候就有的一个活动了，有1000年的历史了。那为了的话呢，第一个呢是尊敬自然，第二个呢也是为了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大丰收，这样子的一个寓意。而且老师，我就是发现这次我参加的时候就看到了有外国人。 我觉得这非常难得，这些也是你们邀请的吗？还是他们自己来的？他们呢，是我们的国际实习生，然后他们这一次到武夷山来呢，更加全面的了解一下武夷岩茶，从它的采摘、制作、选瓶、冲泡全系列的了解一下。<笑>这真的让我很惊讶了，因为我还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从迪拜来的新朋友。 为什么当时你会喜欢上茶生活给你带来了什么？Well, I've always been in love with tea, and for me, the best way to learn about tea is go directly straight at the source. The birthplace of tea is China. Wu Yishan makes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teas. So of course,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here. I also spend a lot of time in Japan, Nepal, and India because they're close to Dubai. So basically, most of the tea producing countries, I try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ea, different styles, different flavors, and also how I can incorporate that and share that awareness with the tea community. Evans 老师，你去了这么多国家，了解了这么多的茶文化，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Of course, we plan to continue promote tea awareness, guided tea tasting sessions,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people understand what they're tasting. So it's also my role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what these teas are. So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a greater appreciation, a greater access to these types of teas. We want to also collaborate with restaurants, cafes, and maybe do other exercises, food and pairing exercises, infusion of these teas into cooking. Another hobby of mine is culinary tea. So there's a lot of things we want to introduce with this type of tea. 到了武夷山这个地方，感受到了这一方的水土，这一方的空气、茶园，是和他们所在的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他们三位志愿者在这边参加了这个寒山开山仪式之后呢，那他们也可以把这份体验武夷山的茶文化带到他们的国家，带向全世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茶的味道，真的是到哪里你都 会感觉到谁在做茶，还是谁在喝茶。我觉得茶文化是一个世界共通的语言，其实不论你来自哪里，通过这种寒山仪式、喝茶的礼仪以及一杯大红袍，你就能感受到武夷山是个怎样的地方。